我们 Olay 的好朋友 Olay 的品牌大使，有请阿云嘎郑云龙，有请。好，欢迎大龙，欢迎嘎子，好，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好，首先先请二位呢跟我们现场以及正在天猫直播观看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阿云嘎。厉害厉害厉害。那这个大龙要不要也来说两句粤语？我是郑云龙。不错不错不错啊！两位呢入乡随俗啊，这个用粤语来跟大家打招呼了。虽然大家都听懂了哈，但是呢，我想大家除了想听两位用粤语来跟打招呼以外呢，大家也很想听到二位用家乡话来跟正在天猫直播观看的朋友打招呼。先是我们内蒙小伙儿，好不好？来用家乡话，太好了，来吧。您这是内蒙口音的普通话吧？青岛小哥啊，青岛啊，青岛小哥是要用纯青岛话吗？纯正的青岛小哥话。大家好，我是郑云龙。有海鲜味啊！有有有有。大家让参拜车间的维度，请阿勇哥。谢谢谢谢两位啊。那既然是聊到了这个音乐剧哈，其实很多的朋友呢在开场的时候呢也一直听到了二位的这个和我们 Olay 合作的这个作品啊，大家更多的关注的呢还是二位在音乐剧舞台上的这个表现。所以呢首先还是请两位来分享一下在音乐剧事业上最新的一些近况吧。最近在音乐剧上有什么排练或者是演出的计划可以分享一下吗？对，现在在我正在排练，摇滚年摇滚年代。排什么剧呢？摇滚年代。哦，就是复排的那个那个剧是吧？对。哦，什么时候可以跟大家见面？大概十月底。十月底。嗯。哦，那嘎子呢？我其实最近刚演完一部音乐剧。哦。不是话剧。我刚演完一部话剧啊，威尼斯商人。威尼斯商人，对对对，啊、对对对。前段时间也是来回折腾，还有一个重大的国事活动，就是咱们哦，对 对, 对，奋斗吧中华儿女，对，重案，那个音乐史诗上啊，对 对, 对, 对，看到您的演出了啊。那大龙有去看嘎子的这个威尼斯商人吗？看了，觉得演得怎么样？觉得演得怎么样？演得非常好，非常好。那其实我觉得两位呢。哎，就特别好奇的问一下，你们俩就是各自有演出的话，会给对方送票吗？还是说哥们儿来支持一下票房来买票，还是说私下会送票给对方？就是折扣票吧。对，应该是邀请。邀请是吧？啊，行，我想二位的这个票房也确实不太需要支持了，因为。二位的演出真的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对不对？好，那好，谢谢两位给我们分享了最近哈，在这个音乐剧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演艺的这个事业方面的一些经历和近况。那今天呢，首先两位来到我们的明星护肤分享会，当然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护肤方面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大家都知道哈，两位。日程非常的忙碌，休息和睡眠的时间非常的少，但是今天我们这么近的距离看到二位皮肤是不是还是很好，对不对？睡这么少皮肤还那么好，那肯定有一些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大家想不想知道啊？那我们请来嘎子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护肤之道。当然用 Olay 的产品啊，嗯，淡斑小白瓶啊，这个。那如果让您为大龙推荐一款，您会推荐哪一款呢？超 A 吧。超 A。对对对。为什么呢？因为上一次超 A 可是淡纹的。是啊。因为他也岁数现在大了嘛。你看，因为拍戏，他的这个面目表情也多。上一次跟我去回了趟内蒙嘛。嗯。然后。风沙比较大，然后那个紫外线比较强，
他就长了好几年的那个皱纹。而且大家看到啊，其实大龙平时呢，这个在一些作品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还是一个表情比较丰富的人。通常我们说这个表情比较丰富，就容易有这个动态纹哈，所以呢，还是要用我们的超微屏来预防一下，是不是？中间这张在广州照的，哦，是吧？你看这个表情非常丰富，你知道这个微博上有一个这个话题，热搜话题叫郑云龙五官范围太大了，是不是？所以呢，难怪啊，这个嘎子为你推荐这个超 A 屏来预防一下我们的这个动态纹。那大龙，如果你要为嘎子来推荐一款这个产品的话，你会推荐什么呢？淡斑小白瓶。这是因为内蒙太晒吗？对，内蒙就是在这个沙漠那次，就是沙子的反光哦，对对，折射，对，折射特别强，所以就是眼睛要一直眯着，所以就很容易长这个有那种晒斑，哎，对对对，晒斑和那个皱纹。太好了，两位果然是这个好朋友啊，给对方推荐的护肤品呢也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对方。那如果大家想 get 男神同款的话呢，也不要忘记呢，现在在屈臣氏的天猫官方旗舰店呢购买 Olay 超 A 瓶和淡斑小白瓶还有超 A 眼霜，单支就能打八折。当然在全国屈臣氏的线下 Olay 专柜当中，除了有全线的惊爆折扣以外，还可以免费体验 Olay 日本智能小白肌肤测试，还可以享受新客礼包。哎，好了，那接下来呢，当然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护肤分享会，除了我和我们二位品牌大使来分享以外，我们当然会有权威的科学的关于护肤的知识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宝洁首席科学家高培博士上场，有请高博士。主持人好，嘎子好，来，我们一起走到中间吧，我们不要这么客气了。来来来，高老师到中间来，来云龙跟嘎子也可以过去吧。你们俩太高了，我站中间感觉有点奇怪，我垫点脚吧，好不好？好，欢迎高博士啊。那其实刚才呢，其实二位已经帮我们引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超 A 屏和我们的淡斑小白屏的这个超 A 的淡纹美白的黄金组合。那这个组合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首先请高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对，我们的这个超 A 屏和我们的淡斑小白屏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档，然后就像嘎子和大龙一样是非常好的搭档。但是呢，在这之前，然后其实我们的研发过程其实经历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我相信作为音乐剧演员，嘎子和大龙都应该会了解到，就是其实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累积才能厚积薄发。那像今年我们推出的这个超 A 屏呢，历史上我们就经过了非常非常多年的这样一个研究，然后把我们最好的 A 醇 Pro 的成分和烟酰胺的成分，然后分别放在了这两个产品当中，所以他们才会起到非常非常好的效果，也是托这个研发的福。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现场的朋友们，我相信看到在场各位的这个两位的这个女粉丝哈，然后就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就是各看大家就在各种笑，笑起来都没有纹，相信应该也是用了Olay的产品才达到了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的这样一个 A 醇 Pro 的这样一个成分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的视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它的一个研发的历程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视频好吧？好，请看。
好哇，好。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视频就已经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组合它的厉害之处和里面的关键成分啊、其实高博士大家都知道哈，维 A 已经是被科学界认为是对这个抗皱驱蚊非常有效的一个成分了。对，但我们的这个 A 醇 Pro 有什么它自己更特色和厉害的地方呢？对，我相信大家刚刚一定没看懂那个视频，那我就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的 A 醇 Pro 呢，然后其实它是属于我们 A 醇家族当中的一个最新一代的这样一个 A 醇的一个物质。那大家都知道，然后就是我们护肤的时候想要去皱，如果你去看医生，然后他就一定会给你推荐维 A 酸这样一个成分，但由于它是这个处方药，所以它会比较刺激，所以说的话你不能在这个日常护肤品当中找到，所以大家呢就会去用到我们的这个 A 醇，然后作为一个替代，它会慢慢的转化为我们的这个 A 酸，然后发挥作用。但是呢它的转化其实是一个双向的，就我可以变过去又可以变回来，然后所以说的话其实效果是达不到的，而且它 A 醇本身还是会比较刺激，而且它的这样一个稳定性也很差。所以 A 醇 Pro 呢，我们加了特定浓度的烟酰胺和长角豆的精华之后呢，就会让它的这个转化的速度和它的效率都会更高，它会有两倍的以上的这样一个更好的一个转化，所以大家用在我们的肌肤当中呢，然后就会更好的发挥效果，并且它是一个非常温和而且又非常稳定的这样一个配方。所以这个是市面上然后所有 A 醇类的产品当中迄今为止最强效最稳定最温和的这样一个配方了。好，就是等于说它变过去就不会变回来了，它就在那儿了， 对不对？好，那发挥作用。那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个视频让大家更直观的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刚才说的三个更啊，对不对？对，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视频是关于它更加的这样一个稳定或者是温和的这样一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好。好，我们刚才看的是一个更温和的一个视频。对对对，我们看到更温和的视频呢，就是它在你的皮肤上，我们做了一个专业的斑贴实验，把它贴在我们的皮肤上，然后让它去持续的刺激你的皮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跟其他的产品相比的话，完全没有这个刺激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说的话它在你使用的时候，你在白天晚上都可以用，然后不会像很多的 A 醇产品要你只能在晚上去使用这样一个效果了。好，来，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一个特点，更稳定。对，我们更稳定也有一个视频。对，这个也是体现出它更稳定的问题。那么其实大家在用 A 醇类的产品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开封了之后它特别容易发黄，本身产品它颜色可能就是变黄的，而且你放得越久它就会越黄。那接下来我想请我的同事帮我拿一支我们的产品，然后请这个大龙和嘎子帮我们去试用一下这个产品好吗？那我就代表各位女粉丝在他们手上试用了，大家接下来可以摸不到他们的话摸我的手也可以。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质地，来，我们请大龙也试用一下。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体的质地的话，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整体的质地都是非常的流动性，非常轻薄，而且整体的颜色都是纯白色的。这一支产品呢，你开封了之后，大家可能觉得它的产品的外观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正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它非常稳定的一个配方，所以我不需要用特殊的外观来帮助保持它的稳定性，本身它就已经足够足够的稳定了。就像二位在这个唱这个歌剧的时候，在舞台剧的时候非常稳定，完全的整体的发挥，就是我们这支产品也可以做到的效果了。好，
所以我们现在刚刚讲到了三个点哈，第一个是更强效，对，然后第二个更稳定，对，然后第三个更加温和，就是现在可以解决到市面上所有 A 醇类产品所有痛点的一支非常强大的超 A 屏的产品了。是，那既然我们的这个超 A 屏啊这么强大，为什么它搭配有我们烟酰胺的这个小白屏会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一个作用呢？他们俩为什么要配在一起呢？对，就是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长处，然后各自有各自的优势，然后自己本身也很强，就像两位一样，所以配搭的时候就会效果更好。然后我们的超 A 屏呢，然后它的里边的 A 醇泊的成分能帮助你很好的去淡化细纹，而且它可以刺激这样一个肌肤的胶原蛋白的生成，然后还可以帮助你去减淡一些黑色素。然后那我们的第二个烟酰胺这样一个成分呢，然后好，大家看我，好，不要理，看这边，这边三个人多好看。哎，那好吧，两个人比较好看。好，烟酰胺这个成分呢，它可以帮助你去促进黑色素的代谢。那么我们的 A 醇的 Pro 这个成分呢，也可以加速这个黑这个角质的代谢，是让你更好的达到一个美白的效果。美白的效果。所以不管是抗老还是美白，这两支产品搭配在一起都能发挥很好的效果。我想基本上，抗老和美白已经涵盖了超过90%的这个肌肤的这个需求了，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好，谢谢高博士说了那么多，高博士介绍了这么多专业的护肤知识以后呢，是时候让高博士来考考大家了，既考考二位我们的这个品牌大使，对，也要考考我们现场的朋友，更要考考正在线上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我们的超 A 护肤搭档大揭秘的考题。那先请高博士来出第一道题好不好？好，我今天来不仅仅是来讲的，我还来出题的。首先我们请两位来作答第一道的题哈，就是 A 醇 Pro 跟普通的 A 醇对比，它的优势在哪里？好，请两位商量一下。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选项不是普通的 ABC， 而是 DOMISO。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呢？在这里要先卖一个关子，稍后会揭晓。好了，请二位告诉我们答案，是 DO 还是 MI 还是 SO？ DO 第一个选项正确吗？非常正确，所以刚刚真的是有认真在升我们的第一个，就是掌声鼓励一下，更温和更稳定。好了，那接下来请高老师出第二题了。好，我们的第二道题就是我们讲到它的 A 醇 Pro 这样的一个成分，它的功效到底是什么？有淡纹、美白和紧致。这道题我来考现场的，可以粉丝朋友好不好？没问题，大家用唱的唱出来好不好？ DOMISO 是哪一个 A 醇 Pro 的功效是哪一个呢？三二一，这个是和声是不是？大家还分了声部啊，非常专业。对对对，好好，抖哈，就是我们的淡纹。回答正确吗？回答正确，回答正确，掌声鼓励一下自己。好，那第三道题呢，高老师？好，第三道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二个非常好的成分，就是烟酰胺，它的功效是什么？紧致、美白、淡纹。这道题呢，我们留给正在天猫直播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请你在评论区当中刷出你的正确答案，无论是刷这个抖音骚，或者是紧致，或者美白、淡纹都可以啊，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现在可以开始回答了，刷线上的朋友来在评论区。好，给三秒钟的时间，三二一，来，请我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答案是什么呢？大家都是工作人员啊，今天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又得去领一个便当。好，是咪美白对吗？对，非常正确。我烟酰胺最强大的功效就是它的美白功效，当然它还可以帮助你去有抗老化以及保湿的功效，但它最强大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功效就是我们美白的功效了。好，那既然回答正确，让我们请现场的朋友给电脑前和手机前的朋友一点掌声好不好？来鼓励一下他们，虽然他们很羡慕你们今天能够来到现场哈。好，第四道题请高博士来出题。好，最后一道题是我们的 A 醇 Pro 的最佳护肤搭档是哪一个？哎，我还没有说完那个选项，就给我一点就演戏的时间好不好？来，我们还是让二位来回答好不好？好，我们让二位回答。好，是什么？是吗？
认真的吗 ？So so 哦 so so do m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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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烟酰胺正确吗？对，非常正确。Asian Pro 的最佳护肤搭档就是我们的烟酰胺这个成分了。好，回答正确。好，我们请二位先好站到中间。那四道题都已经是回答正确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四道题的这个答案顺序。哎，好了，就是来麻烦四两位帮我们唱一唱四个答案的这个音符，分别连起来唱，好不好？哆哆咪嗦。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是哪一首歌？没有错，哆哆咪嗦就是我们埋下的一个梗啊，就是我们的 Shy for You， 我们两位和我们 Olay 合作的主题曲当中的这个歌曲，来，我们来听一下。没有错，这个就是之前两位量身打造的 Olay 星光 MV 的旋律 Shine for you 的高潮部分。好，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保洁首席科学家高培博士，谢谢高博士。谢谢，好，请回座。来，我们回到中间吧，来二位。好，那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啊，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呢，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记得要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稍后还会有惊喜大礼等着大家，大家还可以赢取两位的签名照。那么今天我们活动现场呢，还有好礼相送。那么我们的屈臣氏天猫官方旗舰店购买 Olay 超 A 瓶淡斑小白瓶超 A 眼霜单支就打八折，单在全线的屈臣氏线下的 Olay 专柜当中呢，除了会有惊爆折扣以外，还可以免费体验 Olay 日本智能小白肌肤测试，享受新客礼包。好了，再次回到我们和二位一起来这个聊天啊，这个嘎子和大龙从上学到后来一起工作认识有多长时间了？11年。他们算的是虚年，你们算的是十年是吧？对，因为就认识从第一次见应该是十年。十一年，迈向十一个年头是吧？那既然二位认识十一年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为两位十一年的这个友谊呢准备了十一道默契大考验的题目啊，有请我们工作人员先为我二位送上题板啊。哎，一会儿二位作答的时候不要让对方看到啊，咱们把这个答案藏起来啊。行，谢谢。好，第一道题，这个先不用写哈，这是一道动作题。二位呢可能从上学的时候排练啊，到后来参加演出，可能对对方的一些专业上的细节都挺了解的。我们这道题呢就是请二位分别模仿一下对方在演出前开嗓的方式，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嘛，对不对？来，大龙来模仿一下嘎子是怎么开嗓的。妹妹妹妹妹，这喊妹妹是吧？对。还有你呢，大龙呢？大龙是怎么样的？嘎子，大龙是怎么样的？嘎子，他跟警报器一样啊！然后大家就开始看哪儿着火了，是吧？对，好，两位真的是非常的了解对方啊。第二道题啊，也是一道动作题，请表演出对方最常用的一个拍照的姿势或者表情。就是自拍也好，就是来二位拍个照，然后就最第一反应的最常用的那种。对，来大龙，嘎子是怎么样？就是歪嘴是吧？不是，他是就是装嘟嘟嘴。哦，装嘟嘟嘴，就是因为他脸瘦嘛。啊，对，这个哦，就整个笑肌都给提起来了，对吧？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嘎子是平时是这样拍照的？是吧？来，嘎子，大龙平时拍照是怎么样的？无辜，一股无辜的，装无辜是吧？无辜，像不像？好，第二题过关。好，第三道题，请说出对方最常说的口头禅。好，来，
大龙说说嘎子平时的口头禅是什么？这不刚问过吗？这些话题在那边问过，再问一遍是吧？这啊，在什么事情问过？大家有听过吗？想不想听？想不想听？再回来，大家想听啊？口头禅没有啊？啊，特别棒是吧？特别特别，对，谁的口头禅呀、啊？特别的别是吧？嗯，有这么说吗？平时有吗？特别的别是吧？对，你这个问题就问他们，其实更啊哈，很合适。来来来，嘎子，那你觉得大龙平时最爱说的口头禅是什么？啊？有吗？哦不不，他经常问问题啊，是吧？啊，问问题，人家说你再说一遍，说一遍听不明白，反正再说一遍。算了算了算了，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还是问粉丝朋友哈、啊，这个更有发言权，因为他们观察的更加细致入微一点。好了，下一道题，请二位可以在题板上这个作答了啊。这个接下来呢是请二位分别在题板上写下。郑云龙最喜欢的自己演过的一个音乐剧的角色，来，大龙写自己的，嘎子写大龙的，来来来，不要让嘎子看到啊。对，不是大，不是嘎子很自觉，他不看啊，他很自觉。相互写是吧？不不不，就写郑云龙的这趴。郑云龙写自己的，就您写一个您最喜欢的演过的角色，然后嘎子您猜大龙会最喜欢他自己写的演的哪个角色。好，来我们一起来公布题板，来，三二一，请看题。史大喜，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角色哈。对，摇滚年代，摇滚年代哈，就大家记得就刚才那个照片中间那张。对，最近复排的一个啊，大家记得去支持。好，对，这题过关、啊。我会来广州的，大家记得去看哦，好不好？好，下一道题，来先请二位背对背好不好？我们来背对背，请在这个大龙也得背过去，因为这道题是主要的考的是大龙啊，请二位分别写出阿云嘎最喜欢的自己唱过的一首歌，无论是他最喜欢他自己唱的，对对，他唱过的歌，无论是任何场合唱过的都行，就他自己最喜欢的，以你对他的了解，哎，我看大龙已经写好了，非常的快。来，请亮题。哇，希拉草原，哎呀，太有默契了。好，过关。好，接下来还是请二位这个背对背哈、啊，这个，假如二位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机会，可以一起去旅行，那你们会选择什么？地方作为你们的目的地呢？就最想去哪儿旅行？就两位一起去哦，就适合二人两位一起去的。你看内蒙是一起去过了，对不对？哎，这个看默契了。这个真的要看默契了。这个真的看默契了。对。你知道刚刚嘎子写的是什么吗？写错了，他汉字不好，写错字了，他把字改一改。哎，其实刚刚我看到他写什么了，跟大家想的一样啊。来来来，我们看一下最终答案啊。瑞士巴塞尔，你其实他刚刚写的是草原啊，一开始的时候啊。草原我们去了呀，一起去过了，对不对？
对啊，不刚才照片吗？可我刚刚看到是沙漠来着。内蒙也有沙漠，也有是吧？啊，那为什么会写巴塞尔啊？嘎子又改成巴塞尔了。我们今天刚聊着要去一趟瑞士，好，就聊到这儿。对啊。有机会有时间啊，希望二位的这个旅行可以成行啊！谢谢，谢谢。好，下一道题，好，请二位写出这个对方以及自己最喜欢吃的食物。对方和自己。对，就写两个，先写自己的，再写对方的。最喜欢吃什么？我这是英文？好，我看大龙已经写好了啊！来来来来，看一下，嘎了是就是青岛的嘎了汤的那个嘎了是吧？我们写的差不多的，不会写海鲜其实也算嘎了，对对对，对不啊不嘎了也算海鲜，不是海鲜算嘎。然后手扒肉跟羊肉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一种做法而已，对不对？都是肉，羊肉对都是肉啊，这个嘎了也算海鲜，所以呢这题算两位默契过关啊。好，下一道题啊，非常有意思哈，这个啊。分别写对方啊，就只用写对方就行了。就是你想，对方如果有一天不再做音乐剧演员了，会去改行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嘎子，你觉得大龙会去做什么呢？然后大龙会写一下，嘎子哎会去做什么呢？哦，司机是吧？我以为吃鸡去当电竞选手呢。放牧哦哦，这个太有默契了，两人都想去放牧是吧？这是上次去内蒙商量好的啊？上次去内蒙商量好的吗？不一定是内蒙的放羊，对，就是可能在海边放羊啊，对，海边放羊，这个顺便打点鱼什么的，这个不得不佩服了，这个真的是太默契了，两位都觉得对方。如果有一天哎，这个不唱音乐剧了，都会去放羊去啊，放牧去，不一定是放羊啊。好，下一道题，这是一道这个也是大家各自发挥哈，就是说两位其实一直以来合作的机会非常多，接下来相信也会有很多哈，无论是在什么领域，想问一下今年有没有最想一起完成的心愿？为什么笑？就是一起完成一件事儿，也不一定是多大的事儿吧，说就行是吧？说就行了，对，说就行，说吧。就我们俩肯定一起，就愿望就是继续跟奥雷合作呀，对，啊、对吧？就是今年虽然剩下两个月了，希望还有八场在后面，对不对？啊，没有没有，当然，其实我希望每一年在我们Olay的这个品牌大使的这个舞台上都能看到二位继续的和大家来分享我们Olay的好产品，好不好？好，接下来这道题是想问一下大家哈，这个今年参加过最难忘的一次活动经历，我觉得这道题好像又白问了，肯定是今天啊，对不对？一点错都没有。好，那最后一道题我觉得也是白问了，请问小白瓶和超 A 瓶两文最喜欢的是什么呢？都喜欢，因为他们是超 A 组合。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了我这个白问了吧，是吧？好，谢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精彩的默契大考验。看来11年的老同学、老朋友哈，这个默契真不是吹的，确实是非常的棒。刚才答应过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啊，就如果你在直播当中互动的话呢，有机会得到我们的惊喜礼物。现在呢，我们就要兑现了。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在评论区发送“超 A 搭档”，就有机会被二位亲自抽取。送出两位的亲笔签名照，大家想现场的想不想要啊？那既然看直播的有的，现场的也同样的有，好不好？
那我们会在线上呢，抽取五位的朋友，现场也抽取五位的朋友。那我们请工作人员把抽奖箱和手机，没错没错，看直播，顺便这个两位监看一下，回放一下自己，监看一下自己的直播。好，一会儿呢，我们双击就可以截屏了，一会儿截的啊。来，我们先，对，敲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新款我也不太会用啊。那个抽奖箱在这儿，我们先请绕到那边去，我们先请大龙来帮我们抽第一位幸运朋友，好不好？从抽奖箱当中抽，抽奖箱，先抽现场的。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号码拿出来看一看了啊。来，帮我们念一下，56。56是哪一位？好，恭喜！一会儿的啊，有工作人员联系您，别着急。来，我们请嘎子来截一个屏，截一个屏。三，来你截，三二一。OK， 好。来，我看一眼啊，来，第一位大家看直播的朋友啊，第一位他的 ID 叫做李云嘎，他的 ID 叫李云嘎的这位朋友啊，这个我们工作人员帮我记住了啊。好，来，我们请大龙帮我们抽现场的第二位，来抽奖，抽现场的第二位，然后我们依次这样进行啊。来看一下是几号，55，哇，挨着的啊，座位是不是挨着的？在后面是吧？没来是吧？来了，一会儿的啊，工作人员会有吗？没来，再抽一个吧。有啊，是你啊，有，就那位红衣服那位妹妹。好，一会儿的啊，工作人员会联系你。来，我们再截一个屏。敲，三二一。OK。来看一眼啊。哎，我们回到那个照片是在。这位叫谁动了青春 ID 叫哈，工作人员记一下。好，来抽现场的第三位，92号朋友有没有？恭喜啊，这位妹妹啊，一会儿的啊，工作人员会联系你。来，我们截屏，现截屏，三二一，好好敲，敲坏了人家，三二一，坏了手机。来，啊，来，那我再敲一次，来，你抓着呢，一二三，看看对人温柔一点。好，这位ID 叫可爱的正三星堆的这个朋友啊，恭喜。好，接下来是第四位的现场朋友了，五位，就各五位。151号朋友有没有？好，是后面戴口罩那个妹妹是吧？好，恭喜你。来，再请截一位。好，三二一，好嘞。我们看一下这位 ID 叫世森健的哈，这个网友，好，来恭喜。好，最后一位的现场朋友了，63号朋友，好，恭喜这位妹妹。好，还有最后一位的观看直播的网友，三二一。OK， 来看一下这位的网友叫是小西瓜呀，好，恭喜五位的朋友，再次掌声恭喜我们十位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阿云嘎和郑一龙的签名照片一套，谢谢。同时要提醒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发送哈，这个超 A 搭档，也可以去到我们屈臣氏天猫官方旗舰店购买 Olay 超 A 瓶、淡斑小白瓶、超 A 眼霜，单支就打8折。同时在屈臣氏全线下的 Olay 专柜当中呢，除了会有爆款的全线折扣以外，还可以体验到我们的小白肌肤测试，享受新客礼包。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两位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音乐剧了。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你们都有谁看过嘎子或者是大龙的音乐剧啊？举手我看看。哦，都去剧场看过了是吧？那都举手是之前看的是吧？太羡慕你们了哈。所以其实现在音乐剧的在年轻人当中这个影响力的进一步推广呢，真的是已经取得了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了。当然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让更多的人走进剧场啊，去观看这个音乐剧。所以接下来要考的就是二位对对方演过的音乐剧作品的熟悉程度。好，接下来呢，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给我一些题目，里面包括了有二位曾经演过的一些音乐剧的剧名啊，有一些经典剧，一些新剧啊。那所以呢，接下来呢就请二位呢通过肢体语言的表达，当然也可以发出一点声音了，但是呢就不能说到正确答案当中其中的任何一个字。大家都明白怎么玩对不对？好，既然大家都明白，我想大家也可以帮着一起来猜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接下来就请二位呢一起来这个表演一下。首先好，我们请我来吧。好，嘎子来做动作，你们看着啊，大龙来猜，就俩动作就行了，你拿着来来。是什么，大龙？什么？我猜啊，巴黎圣母院，对吗？对吗？对呀、啊。是什么？对吗？变身怪异啊，就是这个 ，this is the moment 那个是吧？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为难一下大龙，大龙，你来出一道题给嘎子好不好？让他来猜，猜什么？你来做动作，你想一个音乐剧就行了。我做动，我不做动作了。我说他的舞蹈功底太好了，对，他一下做个动作，他一下子以至于不能尽情的展示。我学一下他吧，学一下，好好好。我郁闷，我非常的郁闷，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郁闷。你们看了吧，看了吧，大家告诉我们是哪一部剧啊？威尼斯商人。哎，这个模仿的像不像啊？太像了。哦，看来这个二位不仅哈这个平时私底下关系非常好，这业务交流学习也是很频繁啊，这个对方的这个演出的剧目啊，也表演的细节呢都是非常的了解的。好，谢谢二位哈，这个也是非常的默契。好，那接下来时间里面呢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环节了，因为呢在我们活动举办之前呢，我们屈臣氏呢也是特别的在全国的屈臣氏门店当中设立了一个特别的信箱，叫做嘎子大龙小信箱，收集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朋友们，还有对音乐剧爱好的乐迷朋友们对两位的一些来信。所以呢我们今天也精选了部分的信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里面载满了对两位的喜爱和对 Olay 的喜爱以及祝福。那么也谢谢 Olay 将如此珍贵的心意在今天活动现场传递给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一位特别的朋友，让我们有请宝洁大中华区传播与公关副总裁徐有杰先生上场。有请 René。 有请有请。大家晚上好，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跟现在在看直播的同学们，很多人呢都跟我一样被他们两位对音乐剧的热爱和坚持所感动。我记得我读过阿云嘎讲过的一句话，他说站在舞台的那一刻就要像战士一样。然后郑云龙也说过，非常开心非常高兴这几年的坚持让更多人发现了
在更爱上了他们在做的事情。那我相信呢，他们这十年的音乐之路其实是没白走的，因为他们让更多的人爱上音乐剧，也让更多的人懂得怎么样去坚持自己的梦想，不忘初心。我们 Olay 呢非常非常开心，非常荣幸这一年能够跟阿英嘎跟郑云龙合作，我们也见证了他们这一年从那个追光者变成舞台非常闪亮的星，相信在未来他们一直会成为更大的恒星，照亮更多的舞台。谢谢，谢谢。我相信徐总的讲话呢，真的是让我们现场的朋友和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真切地感受到，这不是一位领导场面上的发言，而是一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对音乐剧的喜爱而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很真诚的一些感受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非常温暖的环节，我想大家都有过给自己偶像写信的经历吧，对不对？有。大家一字一句写出来的话语呢，都是自己想要对自己的偶像亲口说的每一句话。虽然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把每一封的信件都来到我们的今天活动现场，但是我们希望通过台上三位嘉宾对这些信件的朗读和分享，来感受到大家对于两位的一些心意。所以呢，我建议好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把我们的手机拿出来。好，然后打开我们的手机闪光灯，也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现场的灯光调暗，让我们现场变成一片星星海，然后在这样的星星海上来分享我们粉丝的来信，好不好？好。来，大家一起把我们的手机举起来，亮起我们星星海。我们先请徐总来帮我们念第一封粉丝来信， 好， 好不好？乐迷的来信。好，我现在来读第一篇。好，这一篇写得很感人，致音乐剧演员阿云嘎郑云龙。你说中国音乐剧的黄金期不一定是你的黄金期，但只要中国原创音乐剧演下去，我就永远感激你们冒险踏出这一步，感谢你们为中国音乐剧市场带来这束光，这刹那间刺破闪电夜空的光。仅以2019年的10张票根和1张电子票，10部演出，11次剧场之旅，共赴属于彼此的约定，敬梦想，敬舞台，敬妥协，敬不妥协，敬音乐剧，敬不计回报的热爱，敬无可退路的理想，敬且歌且行，敬携手并肩的10年和惊喜不断的第11年。你要相信，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雨过的。有如此之多的希望，最后夜以梦为马，乘一场豪风，深登青云共步路啊，深登青云梯，共步云，同摘星，来日方长，我们剧场见。非常感人。谢谢谢谢谢谢徐总给我们分享的感人的乐迷的来信。那接下来我们请来大龙先帮我们念一封这个乐迷的来信，好不好？好，在我们的信箱里面。有的话顺便帮我的也拿一下，谢谢。来来，帮嘎子的也拿一封，哎，对对对，谢谢。我先读吗？哎，对，来，大龙先。这个是中山大学，中山大学，然后没有写名字。对，双云多看看广寒宫吧。信很长，我就是简洁一点。对对对，我们节选一下。对，亲爱的嘎子哥、大龙哥，实在没想到还能有机会将信交至你们身上，写下这封可能有些朴素但载着万钧真心的信。真的很感谢你们成为我人生的一束光，我大概是没有想到2018年的冬天会有那么一群人出现，不仅把我拉沉在梅溪湖湖底，还把我的泪点拉低了1个8度，至今还在为梅溪湖的水位积极地做贡献。作为合唱团员，经常会被问到合唱是不是齐唱，
用美声唱是不是很无聊的这种问题，很多解释。但难以消除这误解，因此当深入人心出现后，我们因超多人开始，对不起，我们团超多人开始追，还疯狂的安利周围人。我好多朋友吃了我的安利被拉入坑，哈哈。他们其实不懂乐理，也不接触高雅，但你们做到了让美声走进普通的生活，带上温度与关怀，我很感激，很骄傲，谢谢你们，太好了。我说不出什么华丽的词藻，但在我的心里，此生应只应天上有人间万事得听闻，谢谢。好，谢谢大龙的分享。来，请嘎子也给我们分享。小肥亲笔啊，小肥亲笔啊。好，我来读一下。什么都没有。To 嘎子和大龙，很遗憾，作为一个小粉丝，我竟然还没有看过你们的演出，没票，勿念（括弧两）。但还好，我抓住了这一次见面会的机会，所以如果这封信能够被幸运的抽中了，我就能亲耳听见你们读它了。（括弧）谢谢 Olay。双云二字代表了坚持、坚守和相伴，代表着为音乐剧而生，为热爱而追光远航。2019年，你们携手走过的第十个年头，你们像是热带天空下燃烧的火炬，持续的闪耀，点燃了一颗颗名为音乐剧的火石。我相信双云还会有很多个十年。而作为粉丝的我们也会一直守候你们。你俩最近很辛苦，嘎子哥你都累皮了，等忙完这累瘦了啊，那个字儿没看清楚啊，嘎子哥你都累瘦了啊，等忙完了这一阵子给自己放个假吧。嘎子哥不是很想去钓鱼吗？那么让大龙陪你去吧，不过我猜大龙会一直在旁边睡觉，哈哈哈哈哈。好，这个人的名字叫大侦探福尔摩斯，在哪里？哦，好了，要哭了，真好，太好了，来鼓励一下，会有票的，能不能下一个演出能不能给人家一张票？啊，不容易，都要啊！行了，找大龙，一会儿聊。找偶类，找徐总。好，谢谢徐总，谢谢大龙和嘎子给我们分享了三封，又暖心又感人，但是又很温馨的这个三封的乐迷的这个来信哈，确实是，我想。还有很多很多的乐迷都用他们一字一句亲手写了很多自己想说的话，虽然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念三封，但是我相信其实大家的心意都是一样的，既是对两位的支持，也是对这个音乐剧在中国的发展这样的一个期许和支持。所以我们再次掌声谢谢徐总，谢谢。好，请徐总先休息一下。那今天呢，这个据说啊，这个广寒宫的妹妹们呢，为两位呢，这个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具有广州特色的礼物啊，要送给二位。来，请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份礼物拿出来啊，这个这是一份食谱，对不对？因为大家知道哈，这个食在广州嘛，广州是美食之都。你说让广寒宫的姐妹们每天给二位做一道菜，大家倒是乐意，对不对？但问题是就送过去也不能吃了，所以呢送食谱更实在一点，让二位呢根据上面这个广寒宫的仙子们认真准备的这个食谱，有时间的话多给自己做做饭，更美味又更健康。就先看一下这封面，这封面就是我们广寒宫的姐妹们亲手手工画的，对不对？
画的二位的卡通形象。谢谢谢谢，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感动。里面是图文并茂啊，这有各种粤菜的做法，还有这个照片啊，这个非常的详细。也希望大家是希望他们多吃啊，还是多做呀？多做饭是吧？会的会的，一定会多做多吃。也可以，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不错哈，这上面的教程哈也非常的简单，也图文并茂，所以呢，我们的粉丝也确实是非常的心灵手巧。当然了，想要做那么多好吃的这个粤菜，是想两位成为广东味，然后以后多多的来广州，对不对？所以呢，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感谢，非常感谢Olay 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啊、也要感谢屈臣氏哈、今天对我们的这个大力支持，让大家能够今天和两位一起来相聚，也让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可以通过这场温馨又感人又有趣的这个见面会呢，了解到两位的近况，当然也跟两位分享到了很多明星的这个护肤的心得。所以呢，我们要再一次谢谢现场的来宾，也再一次谢谢守候在这个直播前一直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我们今天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要感谢 Olay 的大力支持和屈臣氏的大力支持。最后啊，想请郑云龙和阿云嘎和我们现场所有的粉丝一起来一个大合影，好不好？好，来，按这个是吧？来，来，二位，这个一，可以吗？可以吗？先来一张正常的合照，好不好？小心这个，对，先来一张正常的，来正常的，正常的，看一下是不是装委屈了，装嘟嘟嘴。好，我们再来一张表情包的，好不好？来来来，再来一张表情包的，主要是二位表情包啊，大家表不表情包随意啊。表情包，好了，好，谢谢谢谢郑云龙，谢谢阿云嘎，谢谢两位的到来，让我们现场所有的粉丝有了一个这么难忘的下午，也让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度过了一段欢乐的时光。那再一次谢谢我们 Olay 的品牌大使郑云龙、阿云嘎，我们下次见啦！谢谢两位，我们今天的 Olay 活动到此结束，请大家继续关注 Olay， 支持 Olay。 想 get 大龙和嘎子同款超 A 护肤搭档的朋友们，可以到屈臣氏天猫官方旗舰店购买 Olay 超 A 瓶、 Olay 淡斑小白瓶、 超 A 眼霜，单支就打八折，屈臣氏全线线下专柜，除了有折扣以外，还有我们更多的惊喜好礼。双十一即将来到， Olay 为大家准备了多重优惠和好礼，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Olay 线下专柜和各大电商平台。再次谢谢大家今天下午来，下次见啦，拜拜。好，谢谢大龙代表了我说感谢啊，感谢今天到场以及电视机前直播之前的我们的啊，我们上电视上多了。谢谢大家能来，然后大家辛苦了，然后我们还会再来的，下次见，拜拜，谢谢。好，下次见啦，不见，约好了，下次见了啊。好，拜拜拜拜，下次见，辛苦二位，辛苦大家了，辛苦各位粉丝朋友了。